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刚刚有没有喊金甲？金甲，都换了。那车我先看一下。对，我告诉你们，那个右边啊，我右边有那个之前有什么油管爆掉了没有？烧起来，然后有做过。是哦。哎，我看一下。很久。你说之前哪边烧起来？那边这里。应该一点点而已吧。嗯，对对对，也就挺酷的。对啊，过关了，过关。台上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上半身狮子啊，下半身我们要配一个黑人，杀光了。好，黑人把他砍住，明白吗？也不错。好，下半身黑人拔上去，黑人可以插钥匙。对啊。哦，后面很过，嗯，你有中阀门喽？有啊哈，哦，台山好啊嘞，好啊，对啊，你这靠看这个减两个门啊，少两个门，对啊，少看两次，那赚多少？14万6，14万6。热的，冷气热的，嗯。我真的会掉的。门框上面偌济啊，对吧？对吧？自吸。自吸，它也是自吸。对吧？自动关门系统。对啊。有了。对下。阀门啊。嗯。原本想卖18，嗯，啊，我们买多少？你猜猜多少？13、12。不用，哈哈，我买115000。刚一开始还不晓得它3.0的。啊，是哦，406，2946，我感真的3.0的。对啊，喜欢的话，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记得，拜拜，拜拜，好，赶快下班了，好，下班了，下班了。Hello，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小推车。小推车，小推车而已啊，叫隔壁去买回来的嘛，好不好？因为这一台哦，应该算是我从很年纪很轻的时候梦想车到现在，一直没有机会买到。1998年，我们几岁？我1978嘛，98减78，21，好，20，看人家一哪来的？20岁，正值当兵刚退伍的年纪，差不多吧。那时候在金门当兵嘛，有没有选总统？战备有没有？921地震，好，大概就是那时候租了这一台标志的406酷贝，好不好？重点是酷贝，你知道为什么重点是酷贝吗？为什么重点是酷贝？在车的车身线条，等一下带大家看，非常的优美。它98年开始出哈，那时候有四门跟双门的版本。如果你以为这个车四门跟双门很多零件是可以共用，那你就错了。97%的车身零件完全是不一样的，差不多。对，我在从事这个行业20年以来，我曾经有买过四门很多台，但双门的我一次都没买过，因为那时候还太穷，太贵，买不起。好，现在终于有机会。这个车主哈，在之前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跟他买这个车子。好不容易有长大了，有机会可以收藏一台，我几乎哈都已经忘记它的存在，因为近年来周遭已经完全消失不见。这个车子我跟你讲，绝对是一台可以典藏的车子。好，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然后这个前车主跟我联系了很久，是因为呢，这个一个是疫情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因为他的脚受伤了，所以这个开车不方便。我相信他也是很忍痛啦。我跟你讲，开这个车的车主哈，一定都是有品味、有 sense 的，而且车一定都会照顾得很好。你比较少从这个车上面看到一些比较土炮啊，或是比较台的一些改装。我说，哎，我们现在讲话都要解释，好不好？我们现在是名人了，跟火影忍者一样。
好，我们现在跟名人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讲话注意一点。台客它是一种风格，没有褒贬之意，好不好？改车是这样，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对不对？有人就喜欢辣台妹啊，对不对？对啊。有人当然也喜欢烧台车啊，对不对？没错。不是烧一台车啊，很烧的台客车。哦，很烧，好不好？那个什么痛车啊，什么啊，霹雳布袋戏那个，都是一种风格，自己的风格没有任何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车上面就比较少会看到一些很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土炮啊、比较便宜的改法。我觉得这一集我本来想随便录一录，可是这样开头讲一讲就讲五分钟，我觉得应该讲不完。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线条吧，超美。它的这个大灯哦，比起这个四门版的稍微比较尖锐一点，而且四门版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有做过一次小改款，但是酷配双门的版本就是一直都没有改过，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它侧边的线条多漂亮，然后前车主有换了一个这个应该是 NK 的吧 ，NK 的铝圈。哎，我看它换几寸的，应该17的吧。那时候的主流是17啊，对啊，17的。然后你看它侧身的线条，我觉得最特别的线条在哪里，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你从侧身这样看，你看哦，这边是超过挡风玻璃的这两个线条，四门版的没有这个线条。重点来了，你看这一排字 ，Pininfarina， Pini 不是小便哦 ，Pini 啊。Pininfarina， 宾尼法利娜，我跟你讲，宾尼法利娜这个，它是一个设计公司。嗯，哦，这个构书我也在跟你讲，看小市场知识，哦，好不好？你可能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头是什么。我先跟你讲，它设计过哪些车好了，好不好？我们就讲比较近代就好，不要讲太远的，那是古董车，我们就不要，因为这个公司1930年就创立了，所以有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叫做复古车、古董车都是它设计的，包括我们比较常听到法拉利360、法拉利430、爱快罗密欧 GTV 啊，不是巴拉电。四台哦，菲亚特酷贝、大宇的 Takuma、现代的 Matrix， 还有那个玛莎拉蒂的Quattro Porter、Quattro Porter， 还有这个 Gran Turismo。我这样念一长串下来，你有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对，你得出什么结论？有钱能使鬼推磨。看到里面还有 Takuma， 还有 Matrix， 对啊，有没有？它、啊、比较近代，其实我们常听到的 Gran Lancer 也是他设计的。哦，是哦。看小市长知识，这样知道了吧？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懂了吧？钱的力量。对，钱的力量决定一切，我管你是哪一国的车，钱来我就干，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是这个，我觉得这台车为什么我觉得有收藏的价值，你知道吗？据说啊、哦，这是一个车界前辈告诉我，当时哈、哦，标致406 Coupe 的设计图原本是要交给法拉利的，你知道吧、哦？结果被法拉利打枪，所以拿去给标致用了。他一捡人家不要了、欸。不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你花最少钱最接近这个法拉利的一次了。哦、我们不要讲 Matrix 什么 Takuma 那种 ，Takuma 长得很。很像 Scenic 雷诺 Scenic 那种、嗯嗯、那种哎、欸、那个叫做什么休旅车，小休旅小 RV 车，刚好又是双门的，对不对？你买这个车你是不是最接近法拉利的一次？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是最接近法拉利的一次，因为我买了它。有时候好像因为疫情期间啊，其实这个很多车主都会在这个时候，因为也没有外出了嘛，可能也在家上班了，用不到车，趁这个时候会把车清出来。其实小师齁已经很久不收老车了。有吗？真的啦，我们不发现现在很少嘛，越来越少了，因为大部分都回绝了啦，因为我实在没有地方放那么多车子，真的啦。哎，再加上疫情的关系，这个修理厂什么整理起来都很慢啦，最近就老车都比较少，但这台车我是一定要收，我是忍不住收的、哦、真的是忍不住收。其他真的有一些也都很棒的车，可是我真的无力再收了啊，不然这样啊，泰山，你去弄一个那个木款的好不好？哎、嗯，现在好像网红都流行这样学钱啊，弄一个那个木款专户、嗯，小额赞助好不好？大的小额赞助，对，一次就1万2万就好，小额就好了，不要太多。好，就大概1万啊1万8这样就好了。赞助我们买老车回来拍片，这样你觉得怎样？好、啊，对不对？现在最近这个疫情那么严重，常常有人在问说阿公店跟这个酒店到底差在哪里？泰山，你知道吗？酒店有没有？嗯、酒店小姐就头发长长的，奶子白白的。嗯、那阿公店是什么？你知道吗？头发白白的，奶子长长的。嗯啊，这样会分的吧？这个当时哦，这个车子它的马力有210匹，扭力好像是28公斤左右吧。哦，我也其实也太久，年代久忘记了。然后我来看一下车批买回来的这个车况，我们来稍微检视一下。啊，首先你看它当时的钥匙是这样，可是你看那个都已经破掉了。嗯。啊，所以这个遥控器也没有用了吧？对啊，我现在按它连灯都不亮。然后他有把他的轮框 NK 是白色的，然后他有用那个上次你买回来失败的那个补漆笔，好，一样无框玻璃，一样开门会降下来，关门会上升。哎，他的开度很小啊，我以为会更开。对，他的开度其实算蛮小，法国浪漫你不懂啊。这个听说是很容易挂点的一个东西，这很容易断掉。对，很容易断，他这个还椅子还可以动。
看电动的、喔，那怎么回去？哦，带回去就好了。电动的、欸，对啊。哦，有两组记忆电动椅，然后它的方法我看起来就知道应该是换后期的标志的方法，但是我不确定是哪一支，好不好？这个应该有比较专业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然后重点来了，手牌的，它当初是有分 2.0 跟 3.0 的，这台是 3.0 V6 引擎，啊，手牌是没有的，正常是没有的。正常，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状况，这是不正常的，对，不正常，只卖验车期的状况。像那个，我自己也开过一台98年的四门406，那时候这个 taxi 正红的时候 ，Ninja， 啊，熄火讲什么？小黄啊。小黄怎么讲？好，盖你不会讲对不对？我不会讲法语嘛，对啊。OK， 没有关系。这个那时候我其实短暂也开过一段时间，但我那台也是自改手的2.0。我每一次哦，美美，我又提到小美了。美美，我只要是 V6 的引擎啊，它那个很绵密顺畅的那个排气声有没有？嗯，我就会想一个事情，就是它如果是手排的，开起来那该有多爽。所以其实啊，有很多 V6 引擎，比如说 Safiro 有人改手排，然后这个 Galen 之前 V6 引擎也有人改手排。然后我自己之前也开过一个3000 GT， 它叫日食啊，它叫新日食，不是那个3000 GT 哦，不是 GT 哦那个哦，好，日食的二代吧，有一个叫3000 GT 的，我有开过美规手牌，那也是 V6， 那个真的声音会很好听，再搭配你的手牌变速箱控制那个高转速的时候，哇，那个出来排气管声音根本就天籁，很顺，就跟那个 CBR 一样，你知道吗？嗯，哇，哎，油门吹起来 CBR 啊，油门吹起来，很绵密的那种声音，啊，不是那种啪啪那种的，好不好？嗯。嘎嘎，不是那种尖锐的、哦，有没有？你懂吗？懂吗？我懂啊，我懂了。我的形容你懂吗？我懂啊。嗡嗡，哇，一种哦，好密哦，好密的那种声音，好不好？绵。然后这个车有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它的保杆，它的保杆时间到了会自然风化，它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常爱讲那种环保材质。它如果久了硬化，再加上你的碰撞，我跟你讲，破掉基本上不太能救。这台车我会尝试的救看看，它的前后保杆现在都差不多这个样子。嗯，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那个车子撞到哦，可能烤一烤，风箱烤一烤，可以把它绑回来或怎么样。它有一点类似宾利那种状况，它就直接碎掉，它没有弹性，你知道吗？它比较脆，好，所以这个要复原上面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哎呀，在狮子那没钱扣，下半身没力。对啊，你可以把狮子换成黑人标志。啊，哎，三哈，然后看一下引擎室好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这个线条真的是艺术品。哎、欸，可是它两边的龟颜色不一样，已经发黄了嘛。我跟你讲，为什么发黄，好不好？嗯，来看小狮长知识之二。哈、哦，很多那时候那个年代的进口车哈、哦，其实车子在坐海运来之前，都会喷上一层黄色的防锈漆，因为它怕有时候坐船坐太久，然后被海风咸呐、啊、侵蚀腐蚀，包含引擎啊，包含这个里面的这些板件，都会喷上一层薄薄的这个防锈漆。那来。在这边卖掉之后，他们会稍微做一下清理，通常都不会清理到完全干净，所以都还会附带有一点点黄黄。所以其实啊，它这个有点黄黄都是当时残留的防锈漆。对，我迫不及待注意试一下。我们上车，你去那边。古贝那集我讲过啊、嗯，我最喜欢这种天窗了。你关起来拍这个天窗这样帅不帅？哦，门关起来拍啊，拍一下。优美的外表，你从车头有没有低角度慢慢带过来，侧面这样帅不？哦，不呢，天窗插在外面那块板子多帅，对吧、啊？根本就是帅哥，好不好？刚才我怕你拍不出这个意境，给我，妈的！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拍啊？哦，车子这种东西，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噔噔没有，最美的线条在哪里？你知道吗？在这里，这个我觉得这个角度最漂亮，好不好？好 ，Let's go！ 哇，哎、欸、呀，在哪呢？哎呀，这样弄啊！我干哦，灯可以，它的残骸好像还在。这里啊，发动了哈！好，发动。Ninja！ 哦 ，Ninja！ 哎，它这个方法很鸟哎、欸，你看哦，它翘成这样。嗯，我把它放低一点，好吧？最低了，最低了，这还是可以前后。哎、欸，这怎么会那么翘啊？你不觉得角度很翘吗？很翘啊，对啊。像那里塞拖拉库哦，哇，放一个那个转圈圈的样，真的，哇，差点就很像啊。哎、欸，哇，我现在刚刚塞拖拉库哎，哇，有没有？这很像拖拉库，真的，这很像拖拉库嘞。
欸，没有什么杂音哎，过坑洞不会有那种稀稀窜窜的。所以这组装的其实当时真的还是算不错的设计。我不能开太激动，我太激动，排量头会被我拆起来。哎呦哎，哎呦，车哎，哎不错哎，可是它这个很不救手，你看啊，我这手要拨会被这个挡住，有没有？我的手要转这个，有没有？你懂我意思吗？我懂啊。被那個我刚刚要转变成要反手这样转，你没有办法这样转，就不救手啦。法国人的浪漫，当时这台车很特殊哦。那时候哈，那个宾利法利纳那个公司有没有？原本有财务危机，后来你看标志对他多好，他除了拿了这个被退货的设计图回来给他做以外啊，他竟然还让他委托这个设计公司帮他生产了十多万辆的酷配，所以他就度过了那一次的财务危机。所以他是当初哈，零件是在法国生产，组装是在一。意大利组装的，所以它这个有意大利的血统，但是好稳。V6 引擎原本就是应该这样，方糖完全感受不到震动，碎碎的，很碎的，碎的，碎的，碎的。不过你看这也是翻墙，这个也是通病。我之前买阿法什么147、156啊、146啊，也都这样，这块板子就是都会这样翻墙。那时候都是坐这样，现在都坐在中控台里面。那时候哈、哦，坐在这边对不对？你气囊爆掉喷出来，你是不是可以补盖子？对啊。现在都直接坐在中控台里面，只要气囊一爆，中间直接是折一个线被爆开，所以你要换要换中控台，换这个换掉，整个中控台换掉。对，法系车就底盘好，听说是法国山路多了，但不是都举办一些那个拉力赛，对，所以计程车才会在那边开出拉力赛冠军啊，他本来只是走错路，有没有？对，我觉得这个桥段设计的就不错，大家在那边比拉力赛，我看，走错路，一台电车开进去，盖还开第一名，我排气筒好好听哦，低沉绵密，哇，这个四档更爽哦，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哦，当时这个科P应该是估115,000了。哎，这有一个避震器，还没有用，淹掉了。避震器可以调了。哎，阿鲁宾，你看，原体我每一集都在讲的阿鲁宾就是这个，这已经阿鲁宾很后期。它的这个四个按钮，蓝色的有没有？可以换颜色，绿色、橘色啊、红色啊。阿鲁宾那时候是最不浮夸的一个主机了，就是别人都有那种液晶动画什么的，它都没有，它就给你唯一能调就那四颗的灯了。看这个，我调了四个灯颜色，冲三角，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他的那个人家有等化器啊，什么在那边哇，他那时候阿鲁宾设计就妈永远万年就是这四颗，哎，他这个只有五速而已，五速手吧，哇，这个四档速，哎呀，妈的，然后我握得那么好，啊，啊，すごいね，おばちゃん，おばちゃん，おばちゃんすごいね，すごいね，哦。高喝赛顺，我想 V6 的手牌开起来有那种别有风情的感觉，最接近法拉利的一次，好不好？就今天的风切声蛮大的，看他有没有在算这个风阻系数啊？我觉得风切声还蛮大的。他如果把盖子盖起来比较好，干这盖子我看也没什么救。对，我看他快呼吸啊！不要耐大力嘞！我他妈看他好像快呼吸啊！他已经呼吸了。真的哦，这边有个洞。对啊，我听那声音都刚刚被呼起了啊！这时代的眼泪，宾利法利纳，撇除掉它这个很不符合人体工学的托拉库的韩多鲁手牌 V6 是好开，再加上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外观，这个车真的是，你说这个不买可以吗？我真的哦，我近期因为疫情拒绝掉很多的经典车，真的。你知道还有什么车吗？我不知道。Crown 你知道吗 ？Crown 皇冠呐、啊。皇冠啊。哎呀 ，Crown 啊 ，Crown。Crown， 骷髅鞋，叮叮叮，分了叮叮叮，那个骷髅不是吗？啊，分了叮叮叮，得得叮叮叮。那有什么车？我们先不要提那个一般的那种卡罗拉手牌的啦，科罗纳手牌的啦，那些那个已经算是比较一般的。我还有遇到这个1980年的海力士，是啊，货卡，头塔海力士货卡，那有什么消耗？那还撞不坏、欸、哦，萨巴900我有遇到，我最爱的萨巴900，谁不会打有不？后面是屁股是很像保时捷这样拉下来的那个，可是他跟我说他整理到好，他花了600,000，我就不敢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收。那么有爱，为什么要丢出来？疫情啊，疫情哦，让蛮多人的经济都蛮吃紧的，所以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疫啊，好不好？不过车主很不错啊，他有附一个新的给我。我跟你讲，这种车。
的人都很有爱啊，你看，而且他还买一样，有没有？嗯，有没有？那种车主都很有爱，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开这个车底盘过坑洞什么，避震器什么，完全都没有声音。对。可是哦，真的像这种改的哦，手盘啊，其实有时候入档上面要抓一下。你看，像我刚刚一档就进不上去。像我们常在开意大利车、法国车啊，最怕是什么？水温。水温啊！你看现在他妈的，它水温啊，离你有没有觉得离紧绷好像只剩下一步之隔了？有没有？有没有？离一百一那个红色，看你会觉得离很近，你知道吗？我觉得设计让人家很有压力，你知道为什么？你像日本车设计都在中间、中下，离那个顶点还有三分之二的距离，所以让人家觉得很安心啊。你开意大利车，你开法国车，它是都在三分之二的位置，离紧绷剩三分之一，你知道意思吗？我知道。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紧张，因为像我们这种，我们在这行那么久了，我们对这种东西很注意。我们边开车，像我边开车，一定都在边在看水温，尤其这种老车，它哪一天要爆水管都不奇怪。啊，我不是说这种车就是烂，因为很多我跟你讲啊，开老车的车主一定都有这个习惯，所以很多人才会去装水温表什么的嘛。有的是装那种电子水温表，超过它会哔哔哔会警示，哦，那你就比较放心，不用一直看。那你像这种指针，我们刚收回来，对车况不熟悉哦，我们一直会看那个表，每次看它我都觉得很紧张，我都看我是压温刀啊，哦，看每次看到很紧张，而且啊，你会觉得它、啊、我万一这抓温度，啪一下就到了。那、啊、你如果看日本车，你还会觉得哎、欸、上升一些的时候，我发现可能还没到。比如说你看爱快罗密欧那一种，其实它的工作温度是比较高的，其实很多欧洲车的工作温度都蛮高的，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指针。那永远都在很上面，就恐怖，也真的很好开啊，底盘也很好。啊，除了我觉得隔音跟它这上面一点点声音，我觉得不能怪它，因为这个二十几年的车了，而且还能保持这么优美的身形，我觉得应该要给它鼓励。但我不知道整理起来外观，可能先整理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先把外观烤漆什么弄给它漂亮，至少开出去也没有那么掉漆。底盘状况不错啊，它状况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这开起来我觉得这已经状况很棒，没有话讲。我绝对相信标致的车主啦，我讲真的，我发现很多标致的车主其实他们都会很认真的去找寻比较好的保养的地方。那的确市场上也有蛮多蛮出名的法系车的专修店，我觉得把这种经典车再整修，让它继续留下来，这些修理厂才得以继续生存。啊，不大概法国车、法系车都统统掉，啊呀，现在修理性质蛮多。哎，会不会？人家讲说，干打台车你有冇喜欢？有啊，打台车我喜欢。干，所以我才会卖二手车啊。哦、也是啊。对啊，因为我喜欢各式各样的好车，对不对？对。我这很简单，让大家看出我的喜好跟性向。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行会快乐的原因啊，因为干不用多少钱啊，115,000我就很开心的。啊，那、啊、这车应该如果我没有经济困难的话，我应该是不会买。就留着。对，但是我目前有经济困难。没有，他整理啊，我还是觉得要把它弄得漂漂亮亮再卖。好啊，那个今天的老师推车就推在这里，好不好？不是小推车吗？老师小推车，对，老师婴儿车，老师螃蟹车，好不好？在那边啊，记得订阅、分享、分享它，好不好？疫情期间，那我们的订阅数暴增。好，我们多拍一些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好，拜拜啦，拜拜。拜拜。日本和牛的日文怎么讲？哇 Q， 哎，哇 Q， 哇 Q， 哇 Q， 不是哇 Q 啦，阿班总，哇哇哇 Q， 哇哇哇，新闻哇哇哇的哇，对，哇和啊，阿牛是 Q 啊，哦，那英文怎么说？英文，日本和牛英文，忘了猜。我不会英文，那你会八国语言16国会话。我除了人肉打桩机、人肉点歌机以外，我还是人肉快译通。那怎么讲 ？Japanese is and cow。
And the cow 日本和牛